熊赞，你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要做什么吗？你在想？吃饭。还有呢？你过年还做什么事情？打瞌睡。还有吗？发呆。发呆不是啦，过年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都会贴春联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，我听说你会写春联，那我们现在，好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咯，挑战。